完全错过机会啊！即马想问药啊，是三条溪水嘛洗袂清，妥妥妥啊！你的眼皮确实是 AI 画面，你叫啥子？啊 ，DNA 检验面就证明讲，伊确实是假疯啊！啊，伊是安怎要做这款来损人、佮无理智的代志啊？敢会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在疗养院，迄、那个假疯才是咱大家所熟悉的假疯。咱伫咧会议室继续配合吧，安怎样？原来唔来假疯问题，即马看起来。有人接嘛是，咱来会议上哦，看啥人反应上大，反应上大，迄个人真有可能，就是咧背后变鬼的。陈文耀咧，这个代志是造成的，即马是安怎？伊唔敢再提起。顺风杀多强，咱都顺势做一摆个用心黑棋砍酒。我上亲来打哥，像你前年哦，拢是你替我洗面，即马就换我去做新的黑色。伊只好神哦，甲老夫保险看过洗足久的，我洗甲迄皮啊，拢溜走到山顶起来啊。我只是骗妈洗上，你真有本事做啥？你愿意就钱好用哦。文化集团提出250亿免你的股份，甲这钱哦先还好伊，要唔过剩的部分你都要倒掉。无啊，安尼我唔拿血本无归呢，我怪道歉呢。真可爱，陈文耀，你有看到无？你唔害我了事。马上害我两个感情，从今以后，我袂阁甲台中市斗相共啊！